因为你爱上一个项目，我开始迷上你。哇，好帅，不紧张的感觉。哇，来了。第一次遇见你，我觉得挺喜欢的。我想和你一起打败这个世界，你愿意去？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心动了。希望我们俩好运。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要不要来见我？你好，他们不会，所以我们就要不要在一起。愿意让我们多照顾阿紫，让我多照顾。